啊 ，OK， 失魂。系台语嚟噶。你不是跟我说你都会吗？我还跟他们说你是我王牌你给我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滴答。今天收到了 Beyond Monthly 的邀请，挑战一下港台很熟吗？大家都说香港、台湾的感情好，但是你们感情真的有这么好吗？今天呢，我就来挑战一下台湾的 YouTuber。哎，你这都要干嘛？出给我的考题，好像是几个台语的单字吧？我也是没在怕了。毕竟我在台湾快要五年了啊，投给你后啊，哇这谁啊？差不多，给我题目。等一下，看一下哈、啊，拖拉裤是一个车吧？趴带 party 吗？雪文就是一个人名啊。哎，雪文。好，我现在先打第一个，他是 Wallace， 然后呢，他之前也在台湾念过书，念过一年，也常常来台湾拍片。喂喂 ，Wallace。Hello。我现在要找你帮我回答三个台语的意思。拖拉裤。这是台语？那个裤档很低的那个裤叫什么啊？裤档很低的那个，来媳妇，拉屎裤，我们叫就是男生很喜欢把那个裤档穿很低的那一个。趴带，皮带，会不会是派对？趴带。OK， 呀，第三个是一个人来的，雪文。好熟悉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我知道了，可能是冰淇淋。你看小美，你也不知道她是谁，但她是一个冰淇淋。雪文可能是另外一个牌子。雪糕。拖拉裤是从日文来的，趴带呢是台湾的原住民语雪人，它是上文，它是霸王。真的假的啦？我第二个打给 Bru， 他很长一年来台湾很多次来旅游，这些用语啊，应该是大家平常都会在讲的。我就看他有没有听过一些老板讲过这些话。喂 ，Bru， 拖拉裤。拖拉裤是衣服来的吗？裤子来的吗？可是它是粤语耶，拖拉裤，车的牌子 ，Toyota， 应该是车吧，那个车的品牌吧。车的品牌，点头，他们点头。趴带，它是袋子的那个意思。没有，链或者什么。对，他们打链趴下来。最后一个雪纹，雪纹 ，Subwoon， 我在猜啦。还没三文鱼啊，就是三明治，会不会？哎，还有哦，就是英文那个三明治。哎，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呢。我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王牌啦，我把所有希望放在他身上。喂，嗨，问你三个台语啊，你是我台语代表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拖拉裤。啊！你不是跟我说你都会吗？普通话嚟噶。台语。有冇 tips 啊？我还跟他们说你是我王牌哎，但你给我猜。Club。他说玉莲，玉莲。Pad Thai。哦，这个我知道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是泰国的那种炒的那个 Pad Thai。没有啊，你猜一下，你有没有在你来台湾也有念过书啊？有没有听过？有，就阿姨那些会讲哎，趴带这样，没有吗？走开，就走开的意思。哦，走开，失魂，失魂吗？他还台语来噶、我知道我叫肥皂。真的吗？他点头，他很开心。我这三位朋友都已经问完了，我现在统一给出一个我最后的答案好了。第一个 Tulak， 车子的品牌。第二个 Padai， 趴下来。第三个雪文，我知道就是你了，肥皂。那到底我有没有答对呢？请大家到影片下方的链接去 Beyond Monthly 的网站上面呢，就可以知道真正的答案了。
接下来就到我用广东话来考你们喽。咁咧，而家咧，我要出题俾下一组嘅 YouTuber， 就系哈哈台嘅金童孙女。我要问下你哋，香港潮语入边 CLS 系点解？听讲咧，你哋好识得街坊噶喎。咁麻烦你哋咧去台大附近揾五间独立书店咧，问下啲店员系咩意思，再话翻俾我听啦。拜拜。三年看一本吧。我们是企划崩坏者，毁灭者。